以看的介绍跟他讲，没有必要就是。他都已经做到这样的地位，我觉得真的是先软弱了我。所以如果你选择的是第一的话呢，你是一个神枪手，百发百中。还会生气吗？最近让你负能量飙升的就是你的。他在不想要把场面弄得非常的难堪哦，有些人是。